表第一，载赋一。宋载赋年表，前九朝始建隆庚申，中靖康丙午，凡一百六十七年，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执政者二百三十八人。后七朝始建延丁位，中德佑丙子，凡一百四十九年，居相位者六十一人，位执政者二百四十四人。续古曰：古之始法主于编年，至司马迁作《史记》，始义矣。今义然国家事作，人事岁月，散于纪传世家先后始终，据难考见，此表之不可无，而编年不容于尽变也。绝后班固汉史，乃曰：百官公卿表，先续官名、其制、印绶等，然后书。年以表其姓名。欧阳修《唐史》又专以宰相名篇，亦必有所在。乙，宋自太祖至钦宗，旧时虽以三朝、两朝、四朝各自为编，而年表未有成书。神宗时常命臣议检阅二府除罢官执事，因为拜罢录。元丰间，司马光常续宋兴以来百官公卿严格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馆。自时而后，曾巩、谭世济、蔡佑、学、李涛诸人皆常续为之。然表文简言，是罕之好，故多沦落。五传经纂修《宋史》，故采纪传以为是表。其间所书载赋官职勋间有不同者，官 PG 395至严格有时而异也。然中书未次记止于参知政事，而书府直序自同之。复时而下虽签书，同签书亦与焉者，皆执政也，故不得而略焉。夫大臣之用舍，关于世道之龙屋，迁在而下，将使懒者急。表之年官纪及传之事，此登载之不容于不谨也。表之所书虽无褒贬是非于其间，然岁月昭于上，姓名者于下，则不为其人之贤佞邪正可指而易，而当时任用之专否，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见矣。后之懒者，其必有所劝也夫，其亦有所戒也夫。表略 PG 396表第二载赋二。表略 PG 397表第三载赋三。表略 PG 398表第四载赋四。表略 PG 399表第五载赋五。表略 PG 400表第六宗室世系一。习者，帝王之有天下，莫不重见同姓，以数藩平，其不得。亦有国者，则亦受之土田，使率其宗室及其分族，故既别之。宗百世不迁，岂为赖其重奖维持以臣不拔之机哉？盖卿卿之人为国大经，理固然也。州官宗伯长三族之别以便亲疏，于世序招募之法龙杀行焉，此世系之所以不可不谨也。后世封建废而宗法坏，帝王之意至祸杂于民武，沦为造吏，甚可叹也。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孙可谓翻衍甚大矣，之子而下各以一字别其招募，而宗正所长有叠有吉有禄有徒有仆，以续其系，而地其附属之远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续迁，而这其功罪生死岁月，
虽封国之制不可以复古而宗法之言，恩礼之后亦可再现。然靖康之变，往往闻喜死亡于兵难，难度所存时无二三，而国之之业日已摧矣。今因载籍之旧，考其原委。作《宗室世系表》。太祖四子：长藤王德秀，次燕王德昭，次叔王德林，次秦王德方。德秀、德林无后。表略。PG 401。表第七。宗室世系二。表略。PG 402。表第八。宗室世系三。表略。PG 403。表第九。宗室世系四。表略。PG 404。表第十。宗室世系五。表略。PG 405。表第十一。宗室世系六。表略。PG 406。表第十二。宗室世系七。表略。PG 407。表第十三。宗室世系八。表略。PG 408。表第十四。宗室世系九。表略。PG 409。表第十五。宗室世系十。表略。PG 410。表第十六。宗室世系十一。表略。PG 411。表第十七。宗室世系十二。表略。PG 412。表第十八。宗室世系十三。表略。PG 413。表第十九。宗室世系十四。表略。PG 414。表第二十。宗室世系十五。表略。PG 415。表第二十一。宗室世系十六。表略。PG 416。表第二十二。宗室世系十七。表略。PG 417。表第二十三。宗室世系十八。表略。PG 418。表第二十四。宗室世系十九。表略。PG 419。表第二十五。宗室世系二十。表略。PG 420。表第二十六。宗室世系二十一。表略。PG 421。表第二十七。宗室世系二十二。表略。PG 422。表第二十八。宗室世系二十三。表略。PG 423。表第二十九。宗室世系二十四。表略。PG 424。表第三十。宗室世系二十五。表略。PG 425。表第三十一。宗室世系二十六。表略。PG 426。表第三十二。宗室世系二十七。表略。PG 427。列传第一后妃上。太祖母昭献杜太后，太祖孝惠贺皇后，孝明王皇后，孝张宋皇后，太宗叔德尹皇后，懿德福皇后，明德李皇后，元德李皇后，真宗张怀潘皇后，张穆郭皇后，张献明素刘皇后。
李宸妃、杨淑妃、沈贵妃、仁宗、郭皇后、慈圣光献、曹皇后、张贵妃、苗贵妃、周贵妃、杨德妃、冯贤妃、殷宗宣、仁圣烈、高皇后。周仁尊祖之师曰：绝出声名，实为江源。盖推本后继之所自出，以为王继之所由积也。宋之兴，虽由先世积累，然至宣祖功业始大。昭献度后时，生太祖、太宗，内助之贤，母范之政，盖有以开宋世之基业者焉。观其训太祖矣，无以治天下。至于预定太宗神器之传，为宗设律，盖亦远矣。绝后慈圣光献、曹后拥佑两朝，宣圣烈高后垂帘听政，而有无佑之志难度。而后若高宗之以母道是龙佑，孝宗奉明慈遗余之乐，皆足以为百王法臣。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室之患，内无唐武为之祸，岂不卓然而可上哉？昭献垂御之功，治世茂矣。旧史称昭献信言义，有礼法义之家人上九曰：有福威汝终极其事之位于坐后妃转。太祖母昭献度太后，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赠太师，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继基归于宣祖，治家严亦有礼法。生雍王光继、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回王光赞、燕国陈国尔。PG 428。长公主。周显德中，太祖为定国军节度使，封南阳郡太夫人。姬太祖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太后曰：点检以作天子。太后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于堂上，众皆贺。太后悄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太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至身诏数之上，若至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欲，求为匹夫不可得，是无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受教。建隆二年，太后不遇，太祖是乐而不离左右。急急召召普入受遗命。太后因问太祖曰：汝之所以得天下乎？太祖乌耶不能对。太后故问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姬庆也。太后曰：不然，朕由周世宗始幼而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其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己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故谓赵普曰：尔童既无言，不可为也。命普于榻前为曰世书，普于指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锦觅宫人掌之。太后崩于资德殿，年六十，谥曰明宪。葬安陵，神主复享太庙。干德二年，更是昭献，何复安陵。太祖孝惠贺皇后，开封人，又迁牛卫律府律警司长女也。性温柔恭顺，动以礼法。警司常为军校，与宣祖同居户甚淫。晋开运初，宣祖为太祖聘焉。周显德三年，太祖为定国军节度使，封惠姬郡夫人，升秦国晋国二公主，
魏王得昭。五年，请即薨，年三十。建隆三年四月，赵追册为皇后。干德二年三月，有司上事曰孝惠。四月，葬安陵西北，神主享于别庙。神宗时，与孝章、叔德、张怀并赴太庙。PG 429。孝明王皇后，滨州兴平人。张德君节度饶第三女。孝惠崩。周显德五年，太祖为殿前检点孝，聘后为祭事。后宫情不懈，仁慈御下。周世宗赐官佩，封琅邪郡夫人。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八月，册为皇后。常服宽衣，左御膳。善弹筝古琴。晨起，诵佛书。是度太后的欢心。生子女三人。皆夭。干德元年十二月崩，年二十二。有司上士、翰林学士窦一撰哀策文。二年四月，葬安陵之北。神主享于别庙。太平兴。国二年，复享太庙。孝章宋皇后，河南洛阳人，左卫上将军卧之长女也。母汉永宁公主。后幼时随母入见，周太祖赐官佩。干德五年，太祖召见，复赐官佩。时卧人华州节度，后随母归镇。孝明后崩，复随母来贺长春节。开宝元年二月，遂纳入宫为皇后，年十七。幸柔顺好礼，美帝是朝退，常具官佩后阶，左御传。太祖崩，号开宝皇后。太平兴国二年，居西宫。雍熙四年，移居东宫。至道元年四月崩，年四十四。有司上士，全并普济佛舍。三年正月，复葬永昌陵北。命吏部侍郎李志撰哀策文，神主享于别庙。神宗时，身赴太庙。太宗叔德引皇后，襄州掖人，滁州刺史廷勋之女，兄重科，保信军节度。太宗在州时取焉，早薨。及帝即位，诏追册为皇后，病逝，葬孝明陵西北。神主享于别庙，后身赴太庙。懿德福皇后，陈州晚秋人，魏王彦卿第六女也。周显德终归太宗。建隆初，封汝南郡夫人，晋封楚国夫人。太宗封晋王，改越国。开宝八年薨，年三十四。葬安陵西北。帝即位，追册为皇后，是懿德，享于别庙。至道三年十一月，诏有司议太宗佩，宰相请以后佩，诏从之。奉神主身赴太庙，后解周世宗。后也，淳化四年卒。PG 430。明德里皇后，潞州上党人，淄州刺史处云第二女。开宝中，太祖为太宗聘为妃。继纳婢，会太祖崩，至太平兴国三年时入宫，年十九。雍熙元年十二月，诏立为皇后。后幸恭景庄肃抚育诸子及平育圣后，长生皇子不育。至道二年，封后嫡母吴氏为魏国太夫人，后改封楚国，即封后母陈氏为韩国太夫人。太宗崩，真宗即位。至道三年四月，尊后为皇太后，居西宫嘉庆殿。咸平二年，宰相请别建功立明，从之。四年功臣
宜居之，人上功名曰万安。景德元年崩，年四十五，谥明德。权病沙台。三年十月，复葬永熙陵。李官请以义德、明德同父。太宗庙事以先后为次，从之。李贤妃，真定人，甘州防御石英之女也。太祖文妃有容德，为太宗聘之。开宝中，封陇西郡君。太宗即位，晋夫人。生皇女二人，皆早亡，赐生楚王元佐。非常。孟日伦逼己，以居臣之，光耀变修，今而悟，遂生真宗。太平。兴国二年薨，年三十四。真宗即位，追封贤妃，又晋上尊号为皇太后。有司上谥曰元德。咸平三年，复葬永熙陵。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沆为元陵使。车驾一仆安院攒功，素服行礼，拜服屋业，命驾部郎中知至告凉州汉传哀策。神主父别庙。大中祥符元年，追赠后父因检校太尉，安国君节度长山郡王，母为国太夫人。大中祥符三年，李官召乡请以后父太宗庙事。真宗曰：此重事也，赐令李官议之。六年秋，宰相王旦与群臣表请后尊号中去。太自身父太庙明德之赐，从之。真宗张怀潘皇后，大明人，中武君节度美第八女。真宗在韩邸，太宗为聘之，封举国夫人。端拱二年五月薨，年二十二。真宗即位，追册为皇后，谥壮怀，葬永昌陵之册，灵明保泰。PG 431。神主享于别庙，就至后世官以帝室。庆历中，李官言孝，自连太祖氏，德自连太宗氏，遂改壮为张，以连真宗氏云。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辩守文第二女。淳化四年，真宗在乡邸，太宗为聘之，封鲁国夫人，晋封秦国。真宗嗣位，立为皇后。景德四年，从幸西京海，以疾崩，年三十二。后迁约会下，幸恶奢靡，族属入夜禁中，服侍华齿，必加戒序。有以家事求言于上者，后终不许。兄子出嫁，以平御其恩赖，但出庄具给之，上由家里重。疾崩，上身皆道。李官奏皇帝七日侍服，特诏增至十三日。太常上谥曰壮穆。临驾发引，命翰林学士杨毅撰哀策，葬永熙陵之西北。神主享于别庙。以后帝崇仪副使崇仁为壮宅使，康州刺史，执陈庆、陈寿皆迁官。大中祥符中，封后母高唐郡太夫人梁氏来国太夫人。仁宗即位，身父真宗庙事，改谥张穆。张献民素刘皇后，其先家太原，后徙益州，为华阳人。祖延庆在晋，汉奸为右骁卫大将军，傅通、虎节都指挥使，加州刺史，从征太原，到卒。后通第二女也。初，母庞孟月入怀，以儿有身，遂身后。后再抢宝而孤，居于外室，善波涛。蜀人公美者，以断银为业，催之入京师。后年十五入乡邸，王乳母秦国夫人姓严枕，因为太宗言之，令
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公指使张齐家。太宗崩，真宗即位，入为美人。以其无宗族，乃更以美为兄弟，改姓刘。大中降服。中为修仪，敬德妃。自张穆崩，真宗欲立为皇后，大臣多以为不可，帝促立之。李成妃生仁宗，后以为己子，与杨淑妃府李慎治。后姓景物。小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越天下封奏多。至中叶，后皆欲闻。公为事有问，折复引故事以对。PG 432。天禧四年，第九集居宫中，事多绝于后。宰相上寇准密议，奏请皇太子监国，以谋谢罢相，用丁未代之。继而入内都知。周怀正谋废后杀位，复用准以辅太子。客审使杨重勋内殿臣，至杨怀吉亦未告，为叶臣独车携重勋、怀吉造枢密使曹利用谋。明日，朱怀正贬准衡州司马，于是召皇太子开资善堂，引大臣决天下事，后才至于内。真宗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全取处分。未等，请太后御别殿，太后遣张景宗、雷允恭御曰：“皇帝逝世，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于是请帝与太后五日一御成名。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帘绝世。意已定，太后呼出手书，帝欲进中岳张奏，欲大事急召对辅臣。其谋出于丁未，非太后意也。未既贬，冯枕等三上奏，请如出意。帝亦以为言，于是使同御臣明殿。百官表贺，太后哀痛。有司请致令称吾以生日为长宁节，出入御大安辇，明边侍卫如臣愚，令天下毕。太后复会，群臣上尊号曰应元崇德仁寿慈圣太后，欲文德殿寿。策天圣五年正旦，太后御会庆典，群臣及契丹使者班庭中，帝在拜跪上寿。是岁交祀前，出手书谕百官，吾请加尊号。李臣帝律百官恭谢如元日。七年冬至，天子又律百官上寿，反众焉立言其非，不听。九月，赵长宁节，百官赐衣，天下赐宴，皆如甘元节。明道元年冬至，复御文德殿，有司乘黄徽帐，设宫甲灯歌二舞。明年，帝亲耕吉田，太后议业太庙，陈玉露服衣一九龙花钗冠摘于庙，执名服衮衣十章简宗仪早去见观仪天，前后垂珠翠石流。见献七世皇太妃雅献皇后中献，加上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公崇德慈仁保寿太后。是岁崩，年六十五。谥曰张献民肃，葬于永定陵之西北。PG 433。旧制皇后皆二世，称制加四世自后始。追赠三世皆至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复封魏王。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正出宫为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进席亦少所假借，公耶间未尝忘改作。内外赐予有节，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见，由服必替。太后曰：“孤老矣，
命左右赐以诸姬帕守。时润王元奋赴安国夫人李氏老发且洛见太后，亦请帕守。太后曰：大长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诸妹也，若赵家老妇，宁可比耶？就赐大臣茶有龙凤氏。太后曰：此其人臣可得，命有司别置入香金挺矣，赐之。赐族人御食，必亦以叩泣曰：上方器物使入吾家也，常服师须练群，侍者见仁宗左右簪耳真力，欲笑之。太后解曰：彼皇帝平御事也，汝安得学？先是，小臣方仲公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而臣临邑县武后临朝图，后执其书于的曰：吾不作此父祖宗是有曹臣刘绰者，自今西海言在于有出甚粮千余斛，起复三思。后问曰：清时王岑、张之白、吕夷简、鲁宗道乎？此四人岂因献献于晋哉？后称至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御府臣曰：皇帝听断之暇，宣召明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于是设卧崇政殿之西五，而日命晋臣事讲读。丁未，曹利用计以武权贬篡，而天下惕然畏之。晚稍境外家，任内公罗崇勋、江德明等访外事，崇勋等以此事清中外。兄子从德死，因妻门人私议拜官者数十人。御史曹休谷、杨协、郭劝、段少连论奏，太后悉逐之。太后保护帝纪尽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上春秋长，犹不知为臣妃所出，中太后之事无毫法间隙焉。即不遇，帝为大赦，悉召天下医者持传易经师。诸常为太后者者皆内喜，死。PG 434。者复其功。其后言者多追抵太后时事，范仲淹以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闻也。下诏戒中外无折言。于是太宁君节度使前为衍请以张宪、张毅与张穆并赴真宗。是赵三省与李愿意皆以为张穆皇后为崇中胡，以赴真宗庙。是自携一帝一后之文，张宪明宿处坤元之尊，张毅感日服之贵，功德莫与为比，为宜重建新庙。同殿议事，遂时见享一用太庙之仪，人别立庙名以重事享。翰林学士冯元等请以奉慈为名。赵一庆历五年，李愿言张宪、张毅二后，请尊国朝义德、明德、元德三后同赴太宗庙事故时，迁赴真宗庙。赵两致意翰林学士王尧臣等意，请迁二后父续于张穆之次，从之。李成飞，杭州人也，祖延嗣，是前世为金华县主簿，父仁德、中左班殿职，初入宫为张宪太后侍儿，壮重寡言，真宗以为私请，既有身从帝灵气台，欲拆坠非恶之。帝心波拆完，当为男子，左右取已尽，拆果不悔，帝甚喜，以而生人。宗封重阳县君，复生一女，不育，晋才人，后为婉仪。仁宗即位，为顺容，从守永定陵。张宪太后使刘美、张怀德为访其亲属，得其弟用和补三班奉职。初，仁宗在襁褓，张宪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释之。仁宗
即位，非黑处先朝平狱中，未尝自意。人谓太后，亦无敢言者。中太后是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及格，幸未成妃，薨，年四十六。初，张献太后欲与宫人李治丧于外，丞相李仪简奏李仪从。后，太后具引帝起，有请，独坐帘下，召仪简问曰：“一宫人死，相不云云，何余？”仪简曰：“臣呆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欲。”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无母子耶？”以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上念刘氏是丧礼仪。” PG 435。从后，太后悟，惧曰：“宫人李成妃也，且奈何？”以简乃请致用一品礼，并鸿福院。以简又谓入内兜之罗崇勋曰：“臣妃当以后服练，用水银石棺，一时误为以简未尝到极。”崇勋如其言。后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臣妃有所生，非死以非命。”仁宗号痛顿悔，不视朝泪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臣妃为皇太后，是壮义。幸鸿福院祭告，义子宫清哭视之，非玉色如身，官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欲刘氏家后，陪葬永定陵，庙曰凤祠。又及景陵宫建神御殿，曰广孝。庆历中，改谥张毅，升父太庙。拜用何为张信君节度使，检校侍中，宠赖甚渥，继而追念不已。故吾以后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何之子为杨淑妃，益州皮人。祖涛父之衍，之衍弟之姓，立敬君为天武副指挥使。非年十二入皇子宫，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敬婉。仪人召婉仪身从一品，为昭仪上。帝东风西寺，凡寻信皆从。张献太后为修仪，非与之位极烈，而非通敏有志思奉顺。张献摩所侮，张献亲爱之，故妃虽贵姓，终不以为己兼后家。淑妃真宗崩，一致以为皇太后。使仁宗在汝报张献使妃护侍，凡起居饮食必与之俱，所以拥幼扶持，恩义情备。及帝即位，常召其侄永德见敬中，欲授以诸司副使。妃辞曰：“小儿起甚大恩，小官可也。”更命为右侍敬。张献一告尊为皇太后，居宫中，与皇帝同议军国事。隔门去拜辽贺御史中丞蔡其木台吏吴追班，乃入白执政曰：“上春秋长，习知天下情伪，今使清政事，岂以使女后相继称制乎？”乃召山去一告，同议军国事，与帝存厚号，奉明前二万柱汤。 PG 436。穆后明其所居宫曰宝庆，称宝庆皇太后。景佑三年，无疾而薨，年五十三，病于皇仪殿。帝思其宝护之恩，命李官一家扶小宫。初，仁宗未有嗣，后每劝帝则宗子敬属而贤者，养于宫中。其选即英宗也。英宗立言者为李慈母于子季于孙止，请废后庙，亦其主园林。英宗弗欲拒也，下有私意，未上惠帝崩遂罢。后父祖皆类赠至一品，
知姓赠节度使，知姓子景宗见外戚传。沈贵妃，宰相伦之孙，父继宗，光禄少卿，大中祥符初，以将相家子备选。初为才人，立美人，结于充元，至德妃。为人疏简不华，帝亦以非家事故，待之益重。长秋虚位，帝欲立之，有从中举之者，不果。嘉佑末，晋贵妃。熙宁九年薨，年八十三。许初病其家，车驾临殿，辍侍朝三日，是朝觐。仁宗郭皇后，其先应州京城人，平卢军节度使崇之孙也。天圣二年，立为皇后。初，帝宠张美人，欲以为后，张献太后难之。后继立而颇见书，其后上美人、杨美人俱幸，数与后奋争。一日，上事于上前有亲后语，后不甚愤，披其颊，上自起救之，勿披上颈。上大怒，入内都知言文应因与上谋废后，且劝帝以找恒氏执政。上以事履以简，且告之故，以简易以前罢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废，诏封为敬妃，御金冲庙先师，赐名清武，居长乐宫。于是忠臣孔道辅、谏官御史范仲淹、段少廉等十人服格言，后无过，不可废。道辅等俱被处责。景佑元年，出居瑶华宫，而上美人亦废于洞真宫入道，杨美人别宅安置，又赐后号金庭教主、冲进元师。后帝颇念之，遣使存问，赐以乐府。后何答之，辞甚创晚。帝常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见召者，须 PG 437。百官吏班受册方可。属小吉遣文应协医诊事，数日乃言。后报薨，中外疑言文应禁毒而不得其实。上身道之，追父皇后而廷侍册父庙之礼。慈圣光献曹皇后，真定人，枢密使周武惠王兵之孙也。明道二年，郭后废，诏聘入宫。景佑元年九月，册为皇后。姓慈，简，重稼色，常于禁院冢古，清残，善非帛书。庆历八年闰正月，帝将遗忘系在张灯，后见旨。后三日，为促庶人作乱，夜召诬寇寝殿。后方士帝闻便俱起。帝欲出，后必河雍池去湖都之王守中使引兵入，贼伤宫平殿下，深扯帝所患者以辱欲殴小女子使奏。后斥之曰：贼在尽杀人，敢妄言耶？后度贼必纵火，因遣人窃水冢其后，果举俱焚连，水随灭之。世系所遣患事，后皆轻减其发，谕之曰：明日行赏，用事为宴。故真尽死力，贼即擒灭。河内窃与促乱当诛，其哀信积积言之地，待共死。后据依关键，请论如法，曰：不如是，吾以肃清静耶？帝命作，后不可，力请移数刻，促诛之。张飞护宠上见，欲假后盖出游，帝使自来请，后与之无近色。飞喜，还以告帝曰：国家文物遗章，上下有志，汝张之而出，外廷不汝志，非不义而辍。因宗方四岁，欲进中，后辅居州境，待入为四子，暂侧居多。
帝业报即崩，后西敛诸门要置于前，召皇子入，即明载陈韩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帝感急，请全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大臣日奏事有一位决者，则曰：“公备更易之，未尝出己意，颇涉惊。”使多元以决事。中外张奏日数十，一一能记纲要。见拟曹氏及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公审肃然。明年夏，帝即议月，即命撤连海镇，帝持书久不下，即秋。PG 438使行之。敕有司崇俊典礼，以帝意痛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立尊为太皇太后，明公曰庆寿。帝至极臣孝，所以臣迎于月，无所不敬，从行登完，每先后侧耶。后亦慈爱天志，或退朝稍晚。必自治平以后主，兼清池善饮以食地。外家男子，就无得入也。后春秋高，亦易老，帝数言以使入见，辄不许。他日亦是帝。帝复为请，乃许之，因协议后和。少焉，帝先起，若令义的身。卿卿议。后拒曰：“此非汝所当的流。”去遣出。晚得水疾，是医莫能治。元丰二年冬，疾甚，帝侍疾请门，衣不解带。旬日崩，年六十四。帝推恩曹氏，拜议中书令，进官者四十余人。初，王安石当国，变乱旧章，后臣兼与神宗、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熙宁宗嗣前属日，帝至后所，后曰：“吾习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设行之，今亦当耳。”帝曰：“今无他。”是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注意宜罢之。”安石臣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帝耸听，垂谕旨，复为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常有意于宴祭，以与大臣定义，乃亦庆寿公白其事。后曰：“储蓄赐予备乎？凯杖士卒惊乎？”帝曰：“故以办之。”以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毁令生乎动，得之不过难面受。贺而已，万一不协，则身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苏轼以诗得罪，下狱使狱，人以为必死。后为狱中闻之。魏帝曰：“常议仁宗以至科的是兄弟，喜曰：吾为子孙的两宰相。今闻是以作诗戏狱，得非仇人重伤之乎？郡治于师，其过为矣。吾即是以笃，不可以冤滥治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是由此得免。疾崩，帝哀慕悔疾，待不甚丧。有思上，是葬于永昭陵。PG 439。张贵妃，河南永安人也。祖隐，进士第，中建平令。父姚峰一举进士，为十州推官促。时姚峰使姚左补书官。姚峰妻前世求妾孤又随之官，姚左不收续，以道远辞，非又无一前世遂纳于张惠皇后宫寝，长得性有甚宠，非巧会多智术，善沉吟，是动中外。庆历元年，封清河郡君，遂终为才人，迁修元
呼备吉曰：“妾姿薄，不甚宠名，原为美人。”许之。皇又出，敬贵妃。后五年薨，年三十一。仁宗哀悼之，追册为皇后，谥温宸。追封姚封清河郡王，谥景思。而姚左因缘侥幸，至位通显云：“苗贵妃，开封人，父继宗，母许，先为仁宗乳宝，出嫁继宗。帝登位，得复通缉，妃以荣德入仕，升唐王兴、福康公主。封人受郡君，拜才人，昭荣德妃。因宗欲于晋中，妃拥幼颇有恩，既见作，酬其前劳，敬贵妃，赠其父至太师、吴国公，母臣楚国夫人。福康下嫁，当一恩外加，亦不肯言。元佑六年薨，年六十九。哲宗辍朝，出殿发哀怨中，谥曰昭节。周贵妃，开封人，生四岁，从其姑入宫，张贵妃育为女。稍长，遂得是仁宗，生两公主。帝崩，妃日一书时，平处一事。送佛书，困则假寐，觉则复诵，昼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公主下嫁前景真、郭献卿，连晋至贤妃、徽宗立、嘉贵妃，立五朝。秦曰一致，起受藏于周氏营南，傍建森屋，费名钱六万，皆住。楚奉赐郭公主先亡，赵许出外地，与亲戚相往来。年九十三，薨，谥昭淑。杨德妃，定陶人。天圣中，以张献太后英莲选为御史。封元武郡君，敬美人。端丽机敏，妙音律，祖寻书意宜过目。如素习。腹中为侍敬，仁宗御加奖擢，辞曰：“外官当积劳矣。取贵，今以恩泽侥幸，恐起左右毕业之端。”帝悦，命喜居宿。仪殿，赠其祖贵州刺史，而官其书第五人。积与郭后不相能。PG 440。后继废，非亦遣出。后复召为婕妤，立修元、修仪。熙宁五年，薨，年五十四。赠德妃。冯贤妃，东平人。曾祖丙，知杂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岁入宫。及长，得是仁宗，身行鲁国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将登其品质，立祠不拜。养女林美人的姓神宗。生二王儿媒，王上幼，非宝玉如己子。累加才人，结于修容。在晋耶己六十年，始终五朝，洞寻李杜。薨，年七十七，赠贤妃。因宗宣仁慎列高皇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琼、祖继勋皆有勋王氏，至节度使。母曹氏，慈圣光献后解也，故后少居宫中。时因宗亦在帝所，与后年同。仁宗为慈圣，亦日必以为佩。既长，遂成婚仆邸。生神宗皇帝，齐王号，加王晕，寿康公主。至平二年，册为皇后。后帝内殿重班侍临，供奉酒，帝欲迁其官，后谢曰：“是。”临或升朝籍，分量已过，起宜原先后加比，辞之。神宗立尊为皇太后，居保慈宫。帝累欲为高士迎大帝，后不许，久之。但敕望春门外系帝以赐，凡营膳百亿费，悉出保慈。
不调大农。以前元丰八年，帝不遇晋惧宰执王圭等入问疾，起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太后全同听政，帝汉之。圭等见太后连下后气，抚王曰：“儿孝顺，自官家服药，未尝去左右书佛经矣。”其福喜学书，以诵《论语》七卷，绝不好弄。乃令王出帘外见圭等，圭等再拜谢且贺。是日降至，立为皇太子。初，其家二王日问起居，致仕令母折入。又因斥中人梁为简，使其七至十岁而易黄袍，怀以来盖密为建作仓族备也。哲宗四位尊为太皇太后，亦召司马光、吕公者谓至，迎问今日设施所宜先。未及调上，以散遣修京城一夫简皇臣。PG 441参促止敬亭功绩，废倒洛斯，出进士游王状者，借中外无科脸宽民间保护马，是由中止王圭等服御之。又起文彦伯于季老，遣使劳诸徒，欲以父祖宗法度为先物，且令疾书可用者。从父尊欲作西征师律抵罪，蔡却欲献于已故位，起复其官。后曰：“尊欲领武之意，涂炭百万，先帝中夜的报，起还踏行。撤旦不能寐，盛情自恃经济，训至大故，或由尊欲的免行诸。信矣。先帝肉未冷，无贺感故思恩而为天下公义。”却耸竖立而止。光公者至，并命为乡，使同心扶正，一时之名士会尽于庭。凡熙宁以来正式服变者，次第罢之。于是以长平旧事改清苗，以家右差役参牧役除事役之法，换察言之进举边寨不毛之地，以赐西戎而与内复安。契丹主借其臣下复务身世于江场，曰：“南朝进行仁宗之政矣。”蔡却作车盖停师折领表，后谓大臣曰：“元丰之末，吾以今皇帝所书佛经出世人，是时为望归曾奏贺，遂定处籍，且以子继父，有何奸言？”而却自谓有定策大功，望山事端归为一时炫获地，吾不忍名言，孤托善上为明烛之耳。此宗社大计，奸邪怨谤所不暇叙也。廷试举人有司请寻天圣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执之。又请受策保于文德，后曰：“母后当阳，非国家美事，况天子政牙，其所当欲就重振足矣。上元登宴，后母当入关，指之曰：‘夫人登楼，上必家里，是由无故而越皇志，于心殊不安。’但令赐之灯烛，岁岁以为常。执公会，公既当转观察使，立恶之。帝请志在。”谨谦一致，忠厚之事不敢改。又以官荣当太，赵损外事恩赐之一，以为公。耶先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随定。宋用臣等既被斥，其神宗如敖入言之，既得复用。后见其 PG 442来曰：“汝来何为？的非为用臣等游说乎？且汝上欲汝囊日求内将干挠国政耶？若复尔，无及斩汝。”敖大惧，不敢出一言。自是内将遂绝，例行故事，亦绝外家私恩，文思怨讽。
上之物无问俱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元佑八年九月，属疾崩，年六十二。后二年，张敦、蔡卞、邢庶始造为不耕之谤，皇太后、太妃立变其屋，是乃已。欲在庶传。至高宗时，昭报敦、卞、庶罪，包禄后家，赠曹夫。人为魏、鲁国夫人，帝世训，士林及公会、公祭皆追王，擢从。孙氏则节度使。他受恩者又十余人云。PG 443列传第二后妃下。神宗亲圣献素向皇后倾城，诸皇后倾慈城，皇后临贤。非武贤妃哲宗昭慈孟皇后昭怀刘皇后徽宗显恭王皇。后正皇后王贵妃为贤妃乔贵妃刘贵妃清宗诸皇后。高宗献节行皇后献圣慈烈吴皇后潘贤妃张贤妃刘贵妃刘婉仪张贵妃孝宗陈穆郭皇后陈宫夏皇后陈素谢皇后蔡贵妃李贤妃光宗慈义李皇后皇贵妃宁宗公舒涵皇后宫圣人烈阳皇后李宗谢皇后杜宗全皇后杨淑妃神宗亲圣献素向皇后河内人故宰相闵中曾孙也。至平三年，归于颍地，封安国夫人。神宗即位，立为皇后。帝不遇，后赞宣仁后定建储之意。哲宗立，尊为皇太后。宣仁命弃庆寿故宫以居后，后辞曰：“安有孤居西而复处东，独上下之分。”不敢喜，遂以庆寿后殿为龙佑宫居之。帝将崩，后及诸王纳附，后敕相族务以女至选中，族党有欲援力以恩缓，何直即为选人求精致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审用，此例何庸以私情劳功法？一不语。帝仓卒宴驾，独决策迎。端王张敦异议不能举，徽宗立请全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气败，以时乃听樊绍圣元服以骸，敦所敕逐贤代服饰，稍稍收用之。故时有如御正殿、毕加会、历旦节之类，皆不用。至文兵照顾老宽徭袭兵，爱民重简之举，则喜见于色。才六月，即还政。PG 444。明年正月崩，年五十六。帝追念不已，乃数加恩两旧宗、梁、宗回，皆为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闵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非常典也。清晨诸皇后开封人父崔杰早逝，母李更嫁朱世安，后居于所亲任事。熙宁初入宫为御史，敬才人结于深哲宗及蔡王嗣、徐国公主累进德妃。哲宗即位，尊为皇太妃。时宣仁清圣二太后皆居尊，故称号未及。元佑三年，宣仁诏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其寻义故时物至幽隆。于是于盖帐位官服西谋皇后。绍圣中亲圣父命集合建殿，改乘车为鱼，出入由宣德东门。百官上兼称殿下，民所居为圣瑞宫。赠崔仁诸三副皆至师宝。徽宗立奉礼有景。崇宁元年二月薨，年五十一。追册为皇后，上尊谥陪葬。永裕陵。清慈成皇后开封人。
又引物庄仲选入掖庭为御史。申徽宗敬美人，帝崩守灵殿，思故旧恩，悔及故吏。左右晋州要挥时去，曰：“得早逝先帝，愿足矣。”未几薨，年32。建中靖国元年，追册为皇太后，上尊谥，陪葬永遇。林林贤妃，南建人，三司史特之孙，司农卿朱之女，又选入宫。季常遂的姓，封永嘉郡君，升美人，升燕王与越王司行国公主，晋婕妤。元佑五年薨，诏用一品礼葬，赠贵仪，有赠贤妃。武贤妃始已选入宫。元丰五年，晋才人，生吴王弼贤和公主，立美人婕妤。徽宗即位，晋昭仪贤妃。大观元年，薨，沉于灵殿，辍朝三日，谥曰惠穆。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明州人，梅州防御使，马军都虞后。PG445。赠太尉元之孙女也。初，哲宗继常，宣仁高太后立选世家女百余入宫。后年时，六，宣仁及亲圣向太后皆爱之，教以女仪。元佑七年，欲载职。孟氏子能执父礼，仪正位中宫，命学士草制，又以进士礼仪简略，召翰林、台谏，给舍与礼官议策后六礼以进致仕。命尚书左仆射吕大房摄太尉，充奉营使，同知枢密院韩中宴摄司徒副之，尚书左丞苏送摄太尉，充发策使，迁书枢密院侍王，严守摄司徒副之，尚书右丞苏哲摄太尉，充告其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室宗景摄宗正卿副之，黄伯祖判大宗正室高密郡王宗圣摄太尉，充纳臣使翰林学士范百禄摄宗正卿副之，吏部尚书王存摄太尉，充纳给使全户部尚书刘凤氏摄宗正卿副之，翰林学士梁涛摄太尉，充纳采问明史、御史中丞郑雍摄宗正卿副之，帝钦裕文德殿册为皇后。宣仁太后与帝曰：“得贤内，著非细事也。”晋后复合门之后，再为宗仪使、荣州刺史、母王氏华元郡君，久之，刘婕妤有宠。绍圣三年，后朝景陵宫弃市，就坐朱平玉立士，刘独被立连下，后河中臣迎而喝之，不顾河中皆愤。冬至日，会朝清圣太后于龙佑宫，后欲坐位修经事，宫中之至，为后得之。婕妤在他座，有韵色，从者为一座，至与后等众福能平，因传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留一起寻各复其所，或以撤婕妤座，遂扑于地，对不复朝，泣诉于地。内侍好随谓婕妤曰：“吾以此七七，愿为大家早生子，此作证，当为婕妤有也。”惠后女福庆公主疾，后有解婆之一，常以后为疾，已故出入境耶。公主要服孝，持道家治病服水入治。后经曰：“解宁知宫中禁言，与外间一邪，令左右藏之，四地治，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一伏于地前，恭敬相听传言。PG446。昧之端坐矣。未己，
后养母听宣夫人厌世，拟法端与供奉官王，兼为后导祠。世文召入内押班梁从政、管当御药院苏圭及黄承思居之，补逮患者，宫妾及三十人，朋略被制，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御臣命侍御史董敦义附录，罪人过庭下，弃席警署，无一人能出声者。敦义秉笔一位下，好随等以言谐之。敦义未获及己，乃以奏读上。赵废后，出居姚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净仙师，法名冲真。初，张敦乌宣人后有废立纪，以后逮释宣人，敦又因复留贤妃，欲请见为后，遂与好随构成侍御，天下冤之。敦义奏言：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矣。是天不欲废后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后也。且言常复录御事，恐得罪天下后世。帝曰：敦义不可更再言。录曾不曰：陛下本以皇臣欲出于进席推制，故命敦义录问。今乃贬录问官，何以取信中外？乃至第九亦悔之，曰：张敦误我。元符末，清圣太后将复后位，事有不依尚书以后为言者，即命以官。于是赵后海内号元佑皇后，时刘号元符皇后故也。崇宁初，好随讽蔡京在废后，昌州判官冯谢尚书延后不得复台臣前御、石玉、左夫等连章论韩忠彦等信一不依狂言，复己废之后，以略虚美，妄断以大义。蔡京与执政许江、温义、赵挺之、张商英皆主其说。徽宗从之，赵一少慎赵止复居姚华宫，加赐西为圆通之和妙净仙师。靖康初，姚华宫火，徙居延宁宫，又火，出居相国寺前之私地。今人为变，钦宗与靖臣亦在父后，尊为元佑太后。赵位下而京城县十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张邦昌见魏尊号为宋太后，迎居延福宫，受百官朝。胡顺治、马生又言正事当取后旨。邦昌乃复上尊号元佑皇后，迎入镜中垂帘听。 PG 447。 朕后文康王在继，遣尚书左右臣冯谢、李回及兄子忠厚持书奉迎，命副都指挥使郭仲寻将所部护卫，又命御营前军统制张俊逆于道。寻将手书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丹鸟及内侍少丞张凤归宝、陈余福御营，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帘，尊后为元佑太后。尚书沈延元自范后祖名，请亦以所居功名，遂称隆佑太后。上将信扬州，命众寻为太后先行，驻扬州州治。会张俊请先定六宫所居的，遂召忠厚奉太后姓杭州，以苗阜为护从统治。余年，复与刘振彦作乱，请太后听政，又请立皇子。太后谕之曰：自蔡京、王府更祖宗法，同贯起边事，致国家祸乱。今皇帝无失德，只为皇前善、汪伯彦所误，皆已逐矣。复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强敌在外，我以妇人抱三岁小儿听朕，将何以令天下？复等泣请。
太后立拒之。帝闻事急，召禅位元子、太后垂帘听政。朱慎非请令陈辽的独对论机事人日引副党一人上殿，以示其疑。太后从之，每见副等，屈家位。府副等皆喜。韩氏中妻梁氏在副军中，慎非以计托之。太后召见，免令侍中速来，以清言毕。梁氏持入侍中军，欲太后议。侍中等遂引兵至，逆党拒。朱慎非等又以复辟，命王氏修草状进城。太后喜曰：“吾则再矣。”再以手札去帝骸宫，即欲撤帘。帝令慎非请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帘。是日，上皇太后尊好。太后闻张俊忠义，欲一见之，帝为赵俊至晋中陈义郎逢，即常遗书苗父劝复辟，尚未知之。太后白其事，急得迁至。帝幸健康，命签书枢密院侍正爵为太后寄发。笔至，帝律群臣迎于郊会房秋破，命刘宁指至至江，这为太后往洪州。百司非御军事者悉从，人命腾康、刘爵全知三省枢密院侍从行。 PG 448。凡四方奏宴，吏部差助、举辟、公赏之类，皆立焉。复命四乡都指挥使杨维忠，将兵万人未从。帝虑敌人来侵，密谕康觉缓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过洛星寺，周父工人溺死者十数，为太后周无虞。既至洪州，译者言今人自齐黄渡江，路行200余里，即到洪州。帝忧之，命刘光世屯江州。光世不违背，今人遂自大野县进去洪州。康觉奉太后行，赐吉州。今人追及，太后乘舟夜行，殖民至太和县。州人警信反，杨维忠兵溃，失工人160。康觉惧遁，兵未不满百，遂往前州。太后急，潘妃以农夫兼鱼而行。帝虑太后进入闽广，遣实力寻后所在，及之在黔州，遂命中书舍人李正明来朝谒。时黔州府库皆空，魏军所给为的杀钱，是买不受，与百姓交斗，纵火肆虐。土豪陈兴率众围城，康觉为中弗能进。为中部江湖有自外引兵破兴于城下，兴乃去。帝闻，罢康觉命卢毅、李回代之。御府臣曰：朕初不识太后，自迎至南京，爱朕不斥己出，今在数千里外，兵马惊扰，当即奉迎以切朕朝夕暮念之意。遂遣御营司都统兴弃宗，待御器械潘勇私迎归。太后至月，帝亲迎于行宫门外，便问所过守臣志状。入宫境中，常为苦风眩，有宫人自言善符咒，即良矣。太后惊曰：人无其敢复闻此语耶？立命出之。太后深沉，至九宫中，从容谓帝曰：宣仁太后之贤，古今母后未有其比。习奸臣四为谤污，虽常下诏明辨，而国史尚未删定，岂足传信？无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帝也。帝闻之悚然，后乃更修神宗，折宗实录，使得其正，而奸臣情状异者。帝视太后极孝，虽为仗皆轻视，获得实果，必先献太后。
然后赶长。宣教郎范涛与忠厚有汉乌与太后密养亲宗子。帝曰：朕于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即至其罪。绍兴五年春 ，PG449。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服解带者联系。四月，崩于行宫之西殿，年59。一命则得暂病，四君。是宁归葬园陵。帝诏曰：朕以祭体之重，当从众服，凡丧祭用母后陵朝礼。上尊号曰昭慈献烈皇太后，推恩外加凡五十人。并于会稽上皇村，复神主于哲宗室，位在昭怀皇后上。三年，改谥昭慈圣献。后姓节俭谦谨，有司月宫签名而止。姓南昌，敕麦司卷三，千匹充费。寻诏文书印奏者，必后复名，不许。群臣请上太皇太后号，亦不许。忠厚直显摩格台谏，给舍交章论列。后文即令一武，命学士院降诏，戒斥忠厚等不得御文朝政，通贵进。至司地业见宰职，以恩泽当得官者近80元，后未尝陈请。初，后受册日，宣仁太后叹曰：斯人贤淑，其福薄耳。翌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之。后皆如所云。昭怀刘皇后初为御史，明艳观后庭，且多才艺，有美人，结于敬贤妃，生一子二女，有圣宠，能顺义奉两宫，时梦后位中宫，后不寻列妾礼，且因造其羽以受谤，内侍好随，留有端为之用。孟后继废，后进代焉。又正言邹浩上书极谏，作篡徽宗立，册为元福皇后。明年，尊为太后，明恭崇恩。帝元哲宗故，屈加恩礼，后已是颇干预外事，且以不谨闻。帝与辅臣议，将废之，而后以为左右所逼，即连钩自缢而崩，年35。徽宗显恭王皇后，开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元符二年六月，归于端邸，封顺国夫人。徽宗即位，册为皇后，升清宗，即崇国公主。后姓恭俭朕王二妃方抗宠，后呆之君平。据燕望一银河，乌以暗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及密御参宴，略无一计，御旨。后见帝未尝一语折戟，帝幡然怜之。大观二年冬，年25，谥曰泾河，葬玉林之祠。绍兴中，始复为宗庙。是改上京世云 PG450。 正皇后，开封人也。复身始为直审官，以后贵累封太师、乐平郡王。后本清圣殿压班，徽宗为端王，每日朝辞德功，清圣命正王二压班公事。即即位，遂以二人赐之。后自入宫，好官书。张奏能自治，帝爱其才。崇宁初，封贤妃，于贵妃有一宠。徽宗多赖以辞章，天下歌之。王皇后崩，政和元年，立为皇后。将受册，有司创制官服。后言国用未足，官诸费多，请令公改制非时旧官。又起罢黄徽仗小驾鲁布等仪，从之。恩泽皆服臣请。始祖子居中在书府。后奏外戚不当御国政，必御用之，且令充非职。D
地为霸。居中，居中复用，后归宁还言，居中与父身相往还，人皆言。其昭权势会，起进爵，许御史奏和。后性端谨，善顺臣帝意。刘贵妃薨，帝思之不已，将追册为后。后即奏妃乃其养子，起别义包崇之礼，帝大喜。钦宗受禅，尊为太上皇后，迁居宁德宫，称宁德太后。从上皇幸南京，京师退，先归。时用事者言，上皇将复辟于镇江，人情为害，或为后将由端门直入境中，内侍被迫劝钦宗延备，帝不从，出郊迎后，于是两宫欢甚洽。上皇闻之，即罢如落之意，便惊破，从上皇姓钦臣北迁。刘五年，崩于五国城，年五十二。绍兴七年，和苏等使还，使之上皇即后崩，高宗大痛，诏立众臣服，事显肃。后亲族各迁官有差，副主徽宗室以闻哀日为大忌，子公归入境，臣之以果，纳徽依其中，与徽宗各攒于会稽永佑陵。先是后至金营，宿于年喊曰：“妾得罪当行，但妾家属不欲朝政，岂留不遣？”年喊许之，故身得归。后既行，深意已是年薨，是西晋家属流寓江南。高宗怜之，诏所在寻访赐。PG 451。官有正早者，后晋属也。绍兴中代玉器械用后父妙恩拜陇周防御史，凡四史经历官至保信军节度使、加太尉。卒追封荣国公，是端敬。王贵妃与正后俱为押班。徽宗立封平昌郡君，晋位至贵妃。身运王凯、身王直、陈王基、惠叔康、叔顺德、柔福冲义弟。基正和七年九月薨，谥曰义肃，为贤妃，开封人，高宗母也。初入宫，为侍御崇宁末，封平昌郡君。大观初，晋结余累迁宛荣。高宗在康底出使，晋封隆德宫贤妃，从上皇北迁，建言改元，遥尊为宣和皇后，封其父安道为郡王，官亲属三十人，由是遣使不绝。绍兴七年，徽宗即正皇后崩文治，帝号痛，御府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皇宁处，屈己请和，朕为此耳。”翰林学士朱振引唐建中故事，请姚尊为皇太后，从之。以而太常少卿吴表臣请依嘉佑至平故事，四三年丧毕，然后举行。乃先降御札，播告天下。后三代俱追封王。帝以后久未归，每平促曰：“今人若从朕请，于皆非所问也。”王伦始回言今人许归后未几，今人遣萧哲来一言，后将归状，遂欲作慈宁宫，命末将韩树为奉迎使。十年已，今人犹未归后，乃遥上皇太后册宝于慈宁殿。事后生辰至朔，皆遥行贺礼，鸿号在宴，求得后书，遣礼为迟归。帝大喜曰：“遣十百倍，不如一书。”遂加为官。今人遣萧绎、邢巨瞻来议和，帝曰：“朕有天下，而养不及卿。徽宗无及矣。今立世信，当
明言归我太后，朕不持和，不然朕不但用兵。一等孩弟又与之曰，太后果孩自当谨守誓约，如其位也，虽有誓约，徒为虚文。命何著曹勋报谢，召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为 PG452 无泪可挥。卿见金主当曰，此卿之在上国一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以至臣说之，庶必有感动，助等至今。国守以后归为请。金主曰，先朝业已如此，岂可折改？勋再三恳请，金主时允，助等就管。管办耶律绍文来信，金主许从所请。洪浩闻之，先遣人来报，助等还据言其实，遂命参政王赐翁为奉迎使。今人遣其臣高居安、完颜宗贤等护从矣。行十二年四月，自燕山自东平州行，由清河至楚州。嫉妒怀命太后帝安乐郡王为渊，请鲁国大长公主、吴国长公主迎。于道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八月，至临安，入居慈宁宫。先是，以子宫为孩，召中外绰乐。至是，庆太后寿节，始用乐。叶家庙，亲属千官及二千人。太后聪明有智虑。初，今人许孩三子宫，太后恐其反复，呼一者必及，然后起攒。十方属今人但行，太后虑有他变，乃扬称吉，须秋粮进发，以儿称待于金使的黄金三千两依靠。其众由是途中无谏言。太后在北方，闻韩氏中名，字临平。忽侍中至帘前慰劳。还公帝是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听朝已早，恐防万计。又常谓两宫给使一令通用，不然则有必我之分，而宁人间言意已入也。时皇后未立，太后屡为帝言，帝请将手书。太后曰，我但知家事，外廷非所当遇，将行策命，陈平典礼，悉能记之。帝先议臣至，唯恐不及，或一时稍减，则不甚忧惧。常借宫人曰，太后年已六十，为悠游无事，起居适宜，即受考康宁，事有所却，据母令太后知，帝来白朕。十九年，太后年七十，正月朔，即宫中行庆受礼，亲属各千官一等。太后为恙，累月不出殿门，会牡丹盛开，帝入白。PG453太后欣然布置花锁，因流宴，近日尽欢。既日已遇宰执后苦目疾，目得衣黄服坦，至极月。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复行庆礼。亲属进官一等，庶人等九十，宗子女若共事以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封之。九月的吉，上部侍朝，敕府臣祈祷天地、宗庙，社稷、赦天下，减租税。俄崩于慈宁宫，谥曰显仁。散于永佑陵之西，父神主太庙徽宗室。亲属进至者十四人，受官者三人。太后性节俭，有司进京拓湖，太后意令用途经宫中赐与不过三数千，所得宫禁财帛多积于库，致是丧葬之费。
皆仰给焉。然好佛老。初，高宗初始，有小妾言见似金甲，人执刀剑以慰。太后曰：“我慈四圣谨慎，必其因主。”冀北迁常设稷，即归立慈溪湖上。乔贵妃初与高宗母为妃俱氏正皇后，结为姐妹，曰仙贵者无相忘。继而贵妃的姓徽宗，遂引为氏，二人越相得。二弟北迁，贵妃与为氏俱至氏，为妃将还，贵妃已经五十两赠高居安，曰：“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解孩江南。”复举酒酌。为氏曰：“解善重保护，归即为皇太后，内无孩齐，终死于朔。”莫矣，遂大痛以别。刘贵妃其初单为入宫，即大幸，由才人七千至贵妃，生继杨郡王玉，其王模姓王真。政和三年秋，薨。先是，妃手执芭蕉于庭曰：“事勿常，吾不及见矣。”矣。而果然，左右奔迁告帝，帝初以其为疾，不经意去信之矣。薨矣，使大悲恻。特加谨四字事曰：“明达一文，续其平生，贤诸岳父。”又遇种温臣故事追崇，使皇后表请，因册赠为后而已。明达是焉。时又有安妃刘氏者，本九保家女，初侍从转宫，宫罢，出居患者和听家。内侍杨戬遇其美，复召入，非以同姓养为女。 PG 454。 遂有宠，为才人，进至淑妃，身见安郡王养，家国公以英国公司和福地基。政和四年，加贵妃朝夕的事上，善爱专习，平欲为之西进，着其父刘宗元节度使。非天资锦思，解银一盒纸，雅善图事，每至一服，外兼及孝之。林林素以寂静，目为九华玉贞安妃，审其相于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年三十四。初侍名节和文，炫用明达进笔，加册赠为皇后，葬其原之北隅。帝道之盛，后宫皆往宴，帝香与啜泣。崔妃独左侍吴妻荣，帝悲怒，以其为宴骨。辅者刘康、孙元妃已尽，喜望谈修旧，补送开封御。依曹孝忠逐级无状。阁内呆王姚晨坐到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事，丹病居至。玉臣同日诸死，遂废崔妃为庶人。崔生王春及帝姬五人云清宗朱皇后，开封祥符人，傅伯才、武康君节度使。清宗在东宫，徽宗林轩被礼，册为皇太子妃。清宗即位，立为皇后，追封伯才为恩平郡王。后继北迁，不知崩文。庆元三年上尊号是仁怀，赋于太庙清宗室，推恩后加十五人。五年，奉安神谕于景陵宫。兄二人孝孙靖康中以节钺换寿右京吴卫上将军，促赠开府韩义同三同。孝章一日孝庄，官至永庆军陈宣使，促赠昭化军节度使。高宗献节行皇后，开封祥符人，复换朝请郎。高宗居康邸，以归聘之，封家国夫人。王初始，无人留居翻衍宅。今人范京师夫人从三宫北迁，
上皇遣曹勋归，夫人托所欲金还。室内侍持复勋曰：“幸为吾白大王，愿如此还，得早相见也。”王怜之。即即位，姚策为皇后，宫后亲属25人。绍兴九年，后崩于五国臣，年34。今人密之，高宗须。中宫已待者16年。显仁太后回銮，使得崩文。上为辍朝，行。是服之际，是一节，复主于别庙。PG455。绍兴12年8月，后子宫至，散于圣献太后子宫之西北。帝嗣后，舒惨不乐，皇后无事之地义，乃请为其侄巡，居婚行。是二女，以为帝心。淳熙末，改谥献节，复高宗庙。献圣祠列吴皇后，开封人。复晋，以后贵，累官吴一郎。赠太师，追封吴王，谥宣敬。晋常梦至一庭，贬曰：“是康，傍直芍药，独放一花，书严厉可爱，花下白杨一静物而异之。”后以一位岁生，方产时，红光彻户外。年14，高宗为康王，被选入宫，仍谓是康之真。王即帝位，后常以荣服侍左右。后颇知书，从姓四名，谓是谋为变，入问帝所在，后代之以免。未几，帝航海，有逾越，入豫州。后曰：“此州人白鱼之祥也。”帝大悦，封何义郡夫人。还曰：“晋封才人。”后亦博习书史，又善翰墨，尤是宠御日。至与张氏并为婉仪，寻晋贵妃。显仁太后回銮，亦爱后。献节皇后崩文至，秦桧等类表请。立中宫。太后亦为言。绍兴13年，诏立贵妃为皇后。帝御文德殿受册，后即慕清殿庭受之。追王三代，亲属由后官者35人。显仁太后性严肃，后生。